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中医师陈志佳。很多人呢来找我减肥，都希望能够变瘦又变美。但是看过那么多病人以后呢，我发现大家都没有先去思考自己是属于哪一种肥胖的体质，只是想说拼命的节食、努力的运动，以为这样就一定会瘦，但是完全忽略了自己的体质是不是适合这样的减肥方式。那在这本书里面呢，我设计了三个章节。第一篇呢是基本观念篇，这个部分呢我替大家厘清了减肥的基本观念，那分析了肥胖的原因，还有为什么只透过节食不会真的变瘦，还有啊要告诉大家要怎么样避免体重反弹的溜溜球效应。第二个部分呢是越吃越瘦篇，这个部分呢针对早餐、午餐、晚餐、宵夜还有水果，提供了大家正确的饮食方式，还有教大家要怎么样面对火锅、泡面还有刨冰这些东西美食的诱惑的时候呢，要怎么样掌握饮食的原则，还有选择食物的诀窍。第三个部分呢是误入歧途篇，这个部分要替大家说明减肥不能吃淀粉，还有不吃肉就不会长肉这些迷思，网络上很多关于减肥怪招的误解。最后呢还有22个变成瘦子体质的关键，以及20道瘦身的茶饮，还有不常吃的减重食谱哦。减肥呢就像男女交往一样，一定要循序渐进，一步一步来，身心同时得到满足，就会有好的结果。只要掌握住几个饮食的原则，还有挑选食物的诀窍，跟着我的方法吃，就不容易变胖，还会越吃身材越好哦。